你有啊？哎，爱这样啊？看到对面，你知道这座桥多远？再来你要做影片的话，去拍那个。东西的长度是4073公分，那等于说它是4公里长哦。再来，在里面这一圈，这个就是上面，把它截一半。再来里面。你走到位就去。就是它时间限制为止值得买，像日本那种进水的进水器放在水里，会也有人来日本买眼镜、你不能把眼镜就厉害，眼镜很轻。